那个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，我又看到我爸爸啊，从天上啊看下来，看到海面啊，看到海面啊，他还想未来要乘船，乘船，因为原来是要乘个轮船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因为那个要好几天好几夜的话，那个也太折磨人了，现在知道了那个将来的海上就隔成一块一块，而且可以连起来。很快可以到岸的话，那个就是一种享受了啊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他还想着啊，未来啊，未来把那个把那个海上啊建好了很多落地以后，他还要乘船，不但要乘汽车，还要乘船啊，还要乘船能够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看看我们地球上其他地方是什么样的啊。看看改造好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啊！他越来越对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信心啊，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